싫어서. 언니, 세를 까마나. 没干嘛？你找我有事吗？没有。我是想说，今天跟你一起练习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其实你不用一直找那个段教练陪你练习。我也可以的。你们现在运动量我也能跟上，我的身体在你的调理下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好啊，你找我来就说这个的呀。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晚安。